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师。那今天我们来开箱这个麦当劳跟七龙珠联名的这个卡啦。啊，之前麦当劳又跟其他的这个动漫联名，像《咒术回战》哦。然后因为我觉得这次七龙珠一定是大师小时候最爱的一个动画之一，所以呢，他这次有出这个卡牌啊，熟悉的卡牌，以前小时候喜欢去书局买这种卡牌来收集，那些卡牌都不知道丢到哪里去的。好。然后这次总共他说有几张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十八张，一二三四，对。然后还有分 SSR、SRR 卡这样子吧，对。那不晓得就是可以抽到哪几张哦，再试试看。基本上呢，这个要，我也想说他是要把它直接撕来那么剪，反正我剪要把它全部剪开吗？不要好了，留一点点，要小心哦。哦，这个很容易剪开耶，究竟是什么呢？噔噔噔噔！哇，这个质感很像那个叫什么啊？很像那个哦，普乌啊，普乌啊，这个闪卡是吧？哦，金光闪闪哦，左上角一个麦字。魔人普乌 SR， 下一张是什么呢？哎呦，好像是不错，不错的哦。悟空吗？悟空还悟饭？悟空啊 ，SSR， 想不到啊，想不到哦，第一包就 SSR 了，哇，是给卡卡洛特哦，想不到婷婷姐的。抽卡的运气，实体抽卡也有啊。后面是克兰克斯吧？啊卡，克兰克斯。哎、欸，这一包有 SSR 哎、欸，撒旦啊，究竟撒旦克林会不会很多呢？好、啊，所以这一包成果是 SSR 一张 ，SR 一张。OK， 哎、欸，我很帅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发现那个阿卡好像是不会有那个色彩的，它就是有点就是塑胶，很像那个悠悠卡。然后 SR 的是就会金光闪闪的，然后 SSR 哇闪瞎你的眼睛，它有没有什么防伪的设计？它这个也就是闪电，就我觉得它做的蛮认真，是蛮漂亮的啊。你看有没有？我觉得很值得买啊，一包89块，有四张，这个角度会有点黑色的，还不错。不知道录影的影片看不看得出来，但我觉得很值得啊。好，下一张，下一包，来继续。这个纸袋想留着。来哦，英卡，第一张究竟是谁呢？克林啊，克林。哎、欸，有两个金闪，哎、欸、，SSR， 该不会我会凑齐吧？啊，克林跟克兰克斯，我又是悟空吧？看起来不是。哎、欸，又悟空！啊，怎么都是悟空？啊，都悟空！这张不是悟空了吧？哦，不是，这一个应该是那个谁啊？哦，那个悟天克斯。哦，悟天克斯。哇，很好看啊。我很想把它裱框裱起来。麦当劳出那个他们公关品有那个卡夹，很想要那个，但一般买不到。好看啊，很好看，你看，看经典。OK， 好，赞。所以这包是 SR 两张 ，SR 两张，然后这样重复的是看克斯。好，好，来下一包。我总共买八包了。然后我在点餐机，他我就直接买八包，他没有限制一个人只能买多少，可能，毕竟七龙珠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回忆。哎呀，现在小朋友哪知道七龙珠是什么？也是啊，小朋友现在没有消费能力啊，一定是我们这些大叔，这个没有剪好。来喽，你想谁呢？啊，悟天！哎、欸，悟天为什么是 SR？ 还是有超级赛亚人的克兰克斯？我刚刚那张图片看一下，
欸，没有欸，只有雾天，哦，有啦，克兰克斯也有，克兰克斯有超级赛亚人模式是 SR， 哦，不一样了，下哦又是 SR， 我又是悟空吧？欸，悟空，欸，这最多是悟空啊，我以为最多是克林啊，又是克兰克斯，撒旦 ，OK， 撒旦出现两次了，克兰克斯啊，克兰克斯很多次欸。其实唯一不一样的是，只有欸，悟空是不是很廉价？怎么每一包都有悟空啊？我悟空很稀有嘞，嗯，还是贝吉特比较少。你看贝吉特比较少，完了完了，我想凑齐欸，要花钱了。啊，每天要在吃麦当劳，每天都要吃麦当劳。又是撒旦，真的走开啦，撒旦哦。撒旦先生，先不要，完了没有 SSR 了。哦，不一样，戒王哦，这个戒王，哦，我以为还有闪卡没有，啊卡都没有。魔龙，哎，又是魔龙布。比克，哦，比克不一样了，有两张不一样。经典，比克终究只有 SR 的能力，还不错啊，可以 ，OK， 这可以。完了完了，抽运开始不好了。我还没拿到那个长大版的悟饭呢，长大版的悟饭还有十八号天津饭没拿到。天津饭是不是很难啊？反而天津饭比较难，而且他没有出饺子哎，好奇怪哦，为什么没有饺子？哦，哎，为什么达尔是 SR 而已啊？达尔好歹要 SSR 吧？奇怪，经典。这个是被注入那个魔力的时候，那个什么故意被注入那个魔力的，哎，那什么诅咒了，这张诅咒吗？又忘记了。好，下一张，哎 ，SSR， 不会是悟空啊？不是啊，悟天克斯啊。哎，悟天克斯我是不是抽到了？好像有，对不对？悟天克斯是不是已经有了？哎，对，好像有，好像已经有了。哎，悟天克斯已经有了，悟天克斯也很好中啊。克林 ，OK， 不意外，又是阿卡，怎么一包都两张啊？我天津饭有了，啊，只剩十八号，我比较想要十八号。天津饭这个东西先不要哈，先不要。好的，完了，抽不起哎 ，SSR 目前就两张哎，啊，哎，不好抽哎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完了完了，要继续买的，早知道也是买二十包了啊，十八号有了。又是悟空，悟空超多哎、欸！一包如果就一张 SSR 的话，悟空超多张啊，这两张都有了，就一张是没有的，完蛋了！十八号，早知道多买十包了，刚好明天就没有了。我是第一天买的、啊，第一天晚上买，那我明天还要再去买一次，气死我了！好了啦，有了吧？哎、欸，他一包如果都一定有一张 SSR 的话，基本上你买一包过过也是不亏的。啊，就是比克，啊，魔人布，啊 ，SSR 魔人布 ，OK 啦，还可以啦 ，OK 好，魔人布我还好，对啊，一包是不是有一定有一张啊 ？OK 都重复的，最后一包，看来明天再买八包吗？再买一个十包，如果还有的话。应该不可能没有啦，我猜这种东西，七龙珠啊，有了悟饭啊，赛亚超人，阿卡超人 ，OK， 然后天津饭有了贝吉特，哎、欸，这包两张 SSR， 然后我 SSR 只剩下那个悟饭，长大版的悟饭没有，剩下都有，剩下都有了。OK， 然后我的小雾天没有哎、欸，我没有抽到小雾天。贝吉特应该算最好的吧？贝吉特应该算最好，贝吉特应该很难抽吧？哦 ，OK， 那我走开，天津饭走开。好了，我剩下来再继续买看看，看会不会凑齐，想凑齐，或是跟人家交换。OK， 少了，看一下少谁啊？小雾天没有，成人版的悟饭也没有，然后成人版的悟饭没有，然后 SR 卡的话是少
说谁？超级赛亚人版的克兰克斯，然后阿卡是都有的，对，八张，是，是八张吗？没有，我少一张哦，就是那个小版的悟空啦，悟天，对不起，就总共少了少三张，大人版的悟饭，然后超级赛亚人版的克兰克斯，跟一般版的小悟天 ，OK， 八张是这样。八包，然后我的悟空啊，就抽了4张，悟空4张，然后悟天克斯2张，文人普乌 SSR 的2张，贝吉特1张，这 SSR 就是这样，悟空最多了，然后阿卡的话是2张达尔，3张比克，2张文人普乌，胖普乌，然后悟天，然后阿卡看个是3张。悟饭1张，赛亚超人1张，天津饭2张，赛亚超人反而比较少抽到 ，R18号2张 ，R18， 我以为克林会最多了，就克林2张，然后撒旦先生啊，撒旦先生3张，好，界王神啊，界王啊2张，我的成果是这样。那如果喜欢七龙珠的人呢，我是觉得这个质感还不错啊，1包89块。是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可以当收藏。如果你是七龙珠迷的话，我相信你看到这个一定觉得哇，真的是很漂亮。这一次好了，那剩下的话我就是要去看看会不会抽到，有抽到的话再更新在 IG 上面好了。感谢各位今天收看，希望这个情报大家会喜欢。好了，有什么大家抽了什么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感谢各位今天收看，拜拜。